万千星辉贺台庆圆满结束，全台艺员倾巢而出，男艺员、女艺员、中星家族、圣梦家族、福禄寿等都大集合落力表演，全晚绝无冷场，有热闹场面，亦有感动嘅 moment。连喺后台嘅小春花旦都睇得好投入，一齐跳，一齐喊。完束后，一众行政人员同全台艺员影大合照，志伟亦喺呢个时候多谢各位嘅努力付出。第一样嘢一百分嘅就系咧，每一个人用全心全力去做好自己。喺度再一次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呢晚福禄寿除咗扮嘢放笑蛋之外，三位亦准备咗个惊喜送俾掌门人。长仔扮演林家栋，唱歌歌词中暗藏玄机，多谢掌门人不计劳苦、事事关心嘅付出，掌门人亦被感动到。演出后，福禄寿都拥抱亦师亦友嘅掌门人啊！完全都唔知道，我仲劝佢哋就系话，系咪唔好扮人哋啊？咁就自己人啊？咁样咁啊？唔系啊，我完全系娱乐性嘅啫，我咁有娱乐性就得啦，你自己做啦咁啊！我谂唔到系娱乐我啊，真系。系啊，感动咩？我唔感动啊，唔敢喐啊，唔敢喐啊！好感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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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即係佢哋咁有心去做啲咁樣嚟咁嘢嚟玩我，真係。我哋嘅 video wall 咪報咗一啲片出嚟，係阿曾生佢平時工作嘅片段嚟嘅。咁嗰啲片段咧，嘅時候冇俾佢睇嘅，俾佢睇嘅，所以突然間佢睇嘅時候就好大嘅衝擊，可能即係佢睇到落淚啊，感動到落淚。唔係排練嘅時候冇咁多藝員同事一齊玩嘅，成功咗嘅，有感而發啫。台庆夜大家上下一心演出，掌门人都话事前为了做得更好，真系修改到最后一刻嘅。其实由初初唔系几好睇，近乎有啲难睇，到 OK， 到寻晚排到深夜四点几，再开会，到今朝中午再翻嚟至少猪排，然后都未系去到，但系我见到每一个人都。隻眼裏面充滿火啊！咁我就知道今晚得啦，起碼大家真係好用心、好有信心去做好今晚。其實我哋今日個台慶都係，即係我哋有十年嘅感人啦，但係亦都有福禄寿嘅搞笑啦，係接住一 part 一 part 帶動觀眾情緒。我諗咁樣先至能夠令到觀眾覺得啊好嘢喎，即係俾你引住我哋嘅情感會走喎咁。有冇話打算啊？我要再做多十年，做多幾多年咁樣？坤哥講咁樣嚇，係一步一步咁行啦。薛家燕帶住56位男演員唱跳重現經典舞曲，可以話令全晚氣氛推至高峰。不過家燕姐話，事前因為一個人令佢好擔心噃。臨入廠嘅時候咧，有人周圍揾周家樂嘅啫嘛。周家樂，我自己緊張就急屎噶啦，所以我頭先哇一嗌我啊，我即刻就切斷咗，就唔屙埋嗰下咁誇張。嚟緊好多燈台噶嘛，有冇諗過你成團人一齊可以周圍去先？真係好興奮嘅，不過咧就唔知個 budget 夠唔夠啫。節目以初心同傳承為主題，而星夢傳奇兩屆嘅畢業生集合演出，都令佢哋回憶起當日參賽嘅點滴。我諗起我哋一齊經歷嘅各種片段，其實咧你比賽嘅時候，我就完全係好緊張嘅感覺，我完全冇覺得要享受個舞台。我都係嗰陣比賽嗰陣冇乜享受過舞台，因為你其實成個人係一個好崩緊嘅狀態咯。而家就真係可以 enjoy 啦。係啦。想唔想再開演唱會啊？梗係想啦。係咪都要同個鏡頭都可能同公司申請下？我哋想開演唱會啊！尹光同兩季中年好聲音合體嘅演出大 sell 情懷一面，吳偉豪加入演翻爸爸吳大強嘅少年版，而周吉佩亦飾演尹光嘅年輕版噃。同光彪合作嘅感覺點樣先？大家。Okay.兩個禮拜嚟嘅苦練咧係冇白費嘅。跟住又做下尹光嘅年輕版，係啦，有冇即係參考下光 B 嗰啲動作啊，或者各方面嘅嘢咁樣？有冇啊？梗係有啦！我細細個就好中意光哥嘅歌㗎啦。不過我冇咁靚仔。啊，冇。歷屆港姐亦準備結合打鼓、勁舞同空中瑜伽嘅多元化舞台。郭柏言喺空中嘅動作相當優美，但因為佢 bra top 上陣，大家都擔心佢有走光嘅風險啊！就係咪你件衫我見你係咁掹一掹佢啊？係啊，我 just in case 咯，係啊，但係安全嘅其實，只不過我自己心入邊就係擔心。由汪明荃领军嘅《给十年后的我》呢个环节，提供舞台俾一众默默耕耘嘅专业艺员道出心声，令喺后台嘅同事都听得好感动。
準備了咁耐，同埋將大家嘅真實嘅經歷放出嚟，坦蕩蕩俾觀眾睇。我個妝頭先花咗，要補妝嚟。其實都諗翻好多回憶，咁多年，幾多年啦話？51年。哇！